早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百宝箱，我是杨静妍。我是杨静怡。我是杨静乐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直升机。胡萝我的直升机是粉红色的，我的直升机是蓝色的，它的陀螺呢是红色的，又像黑色的，又像巧克力色的。然后现在先他来介绍他的陀螺。嗯，他这里有个洞，我这里不可以转到太多次，只能转四次。怎转？你要剪吗？这个先插在这个洞里面，然后这个外面的就是插那个那里的，我转一次。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。嗯，再来看。嗯，我按两次，它就会有响的。好了，我这里有个围栏圈，它慢慢会变颜色，它会发黄，发火了。嗯 ，next。这次换我们两个的直升机，是粉红色的和蓝色的。它们是手表，不过它们上面没有钟表，误会。然后呢，上面有一个长得像吸管的东西，但是它不能吸。如果吸了呢，这个色素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放一边，来把这个拿过来。然后呢，这个中间。有一个按钮，它的也是一样，不过呢，它是蓝色的，它这边中间也是有一个按钮，把它按下去。嗯，Hello 也是一起玩来。很美哟，有音乐又好像摩天轮。谢谢。一起玩。摩天轮嘞。现在我们要来欢呼喽。我们要来。迎接它，转太多次就会变这样，然后就可以爆炸。对了，来。一、二、三 ，Ready Go！ 好热闹哦，是可以在烟火大会上玩。OK， 谢谢大家了。